22日下午15时许，温姓男子骑乘机车行驶介寿路往大溪方向，疑似因身体不适不慎与路旁行人发生碰撞，双方身体多处擦挫伤，驾驶经酒测测试值为零，相关肇事及赔偿责任待警方后续厘清处理。警方在此呼吁行车应注意身体状况，以避免危险发生。问题是，绿灯了，要先。等等，回家。